見到啦，有一批穿著深綠色衫的人啦，係喺路上啦，收集一啲被掘起嘅磚。而呢一批人啦，係有解放軍嘅裝束㗎。而現場嘅附近啦，窩打路道啦，就係解放軍軍營。而喺現場啦，除咗見到呢一批解放軍裝束嘅人啦，亦都有見到居民啦，係出咗嚟現場清理附近嘅雜物㗎。而呢一批人啦，啱啱係由聯合道開始清理。一路啦，係清理去到聯福道呢個迴旋處。而啱啱都講過啦，港九多區啦，連日嚟啦都係有人堵塞馬路。而喺九龍塘呢個現場啦，成條嘅聯合道，成條嘅聯福道啦。喺呢幾日嚟啦，都係俾人擺磚頭堵塞。